在车子前跳来跳去刮花豪车漆面也不在意，或飞上屋顶肆意毁坏建筑。再搭配大清早的尖锐刺耳叫声，一系列行为天天上演，快把美国佛州富裕小镇派恩克雷斯特居民给逼疯。It's just bizarre。身为动物园明星的孔雀却让居民不堪其扰，原来是佛州迈阿密的椰林社区改建导致绿植减少，原本盘踞此地多年的孔雀大军因此南迁，转往有大量绿植和更大空地的富裕小镇，结果对当地造成大规模破坏。为了反制孔雀，该小镇在政府同意资助下意外兴起了这个产业。 3 minutes 03由于孔雀是不折不扣的一夫多妻制生物，结扎掉一只公孔雀就可能阻止七只母孔雀孕育下一代，效益呈现指数级增长。He didn't know anything happened. The peacock retains his cockiness. So the lady peacocks are not going to be disappointed. Not at all. He'll still be just as hot as he ever was.专家指出，相较于美国其他地区的外来生物会因为冬季低温而灭绝，温暖的南佛州让外来生物简直是住进天天吃到饱的欢乐度假村，加上近期气候极端化引来更多动物，只是单靠医学手段能否成功解决问题，恐怕还有待时间解答。三新闻有